bus. Huh? Oh. 喵喵，甜汤做好了吗？哇，好香啊！我远远的就闻到了。我还没开始做呢。瓦斯不知道为什么没了。各位市民，全市瓦斯突然全部中断，事故原因正在检查，市政厅已经启动应急。有紧急任务，快走！记得要回来做汤啊！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鼹鼠、哺乳类、嗅觉灵敏，是瓦斯管道维修工。可今天检查瓦斯外泄时，突然晕倒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可怕的阳光！哦，奇妙救援队，快点来啊！是救援巴士。快，快带我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！鼹鼠先生，你害怕阳光？对，我现在非常难受。我马上帮你做检查。启动检查设备。结果出来了，是鼻子被阳光照射受伤了，失去了嗅觉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帮他治疗。嘿，变小。找到受伤的地方了，超级修复仪。我好像完全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糟糕，浓浓的瓦斯味。我去帮帮鼹鼠先生。气味来自井下。哎呀，水管都老化了。
好浓的瓦斯味，瓦斯外泄点应该就在这里了。这里水管漏水更严重，瓦斯管道都被腐蚀了，怪不得瓦斯会外泄，要马上修理。不好，水管裂开了。总部支援了，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，壮壮、七七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琪琪，我已经到达。壮壮，快把下面的水抽干。收到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像抽水管被堵住了，我下去看看。抽水机恢复正常了。糟糕，超级速度。吓到我了，鼹鼠先生，安全帽还是戴在头上才安全。搞定，我们走吧。七七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瓦斯管道终于修好了。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鼹鼠先生呢？我在这里。鼹鼠先生，瓦斯又恢复供应了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市长，能换一顶新的帽子吗？毕竟安全第一嘛。啊！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81、82、83。
小福，你干嘛一直转圈圈？我在训练，让自己变得更厉害。小福真努力呀、啊！99100训练结束，头好疲劳，我不行了。有紧急任务，小福继续加油哦！有什么紧急任务？海马，海洋鱼类。海马是直立着游泳的，虽然很慢，但很平稳，是海底游览车的司机。但他今天突然肚子难受，游览车只能停在半路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啦！好吗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来呀？快看，救援巴士！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别担心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情况。他现在肚子很痛，你们快帮他看看。那我们快点帮他检查一下。好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原因找到了，海马先生会肚子痛不是因为生病，其实他要生小宝宝了。生小宝宝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和宝宝见面了。原来公海马的肚子上有育儿袋，是和宝宝生长，所以海马是爸爸生宝宝。太神奇了。好好，我们用歌声来给海马爸爸加油吧。加油加油啊，啦啦啦啦嘿。宝宝，宝宝们终于出来了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们一起玩吧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，不客气。宝宝，宝宝，小宝宝，看这边，小宝宝，这个送给你玩吧。恭喜你们母子平安，恭喜是父子平安。谢谢你们，我们现在就送你们去海底公园。太好了。1、2、1，还有一个呢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你在哪儿？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你在哪里呀？
着急，我来帮你一起找。找到了，在那边。哦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啊，哦，那是海洋漩涡。海洋漩涡？那是什么？海洋漩涡很可怕，它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黑洞，一旦被卷进去，就很难再出来了。很难再出来了，我的宝宝，我的宝宝！你们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救海马宝宝。琪琪，嗯。小福的潜水艇支援，收到。小福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带上你的装备，立即出发。收到。小福最喜欢来自海洋的挑战。潜艇巴士就位。小福，小海马被卷入非常危险的漩涡里了，我们一起进去救它。明白。坐稳，出发了。加油啊！哦哦，搜索。小福，往下，小海马在下面。嗯，小海马就在前面了。哇哦！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海洋乐园到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吧。宝宝，我的宝宝又不见了。啊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哟！哇哦！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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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！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各位市民，最近常常发生地震，请做好防震自救的准备。志愿者将为大家送上地震应急包。你好啊，皮皮，这是你的地震应急包。谢谢。请等一下，我的邻居毛毛虫也需要一个。毛毛虫？
就这个吧。谢谢。哦，有紧急任务，我们要马上回总部。再见。紧急任务，响尾蛇，爬行动物，是浮城的地震搜救员，负责追踪和发现生命体。可是今天在发应急包时意外受伤了，需要你们的救援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，火速出发。关系只是意外而已，但是我的应急包还没送完呢，得赶紧。你先别着急，奇妙救援队马上就来了。啊，他们来了！响尾蛇先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头晕，而且看不太清楚。啊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治好你的。我先帮你做个精确检查。启动检查设备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响尾蛇先生的热眼受伤了。热眼？响尾蛇的眼睛高度近视，但是它的眼睛和鼻孔之间有一对小孔，叫做热眼。热眼对温度变化非常灵敏，可以探测到周边的生命体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马上帮你治疗。谢谢。启动变小。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受伤的地方了。光波治疗。喵喵，治疗好了。我又能看到你们了。嗯，房子怎么在动？不好了，是地震！地震！地震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慌，护住头，我们赶快去安全的地方吧。往这里走，快！大家要小心。窗户旁边不安全，快躲到桌子底下。啊！首先也可以躲避，快躲到墙角。地震停了，跟我来。好，我们快走。
我们赶快离开。地震的时候不能搭电梯，只能走安全出口。啊！余震来了！前面的空地是紧急避难所，快！啊！终于安全了，琪琪，你看。有发现什么吗？这边没有发现生命体。琪琪，快来这边！我好像听到口哨声。响尾蛇先生就是我们的生命探测仪，交给他吧。没问题。在那边，毛毛，醒醒啊！你快醒醒，好可怕、啊！是皮皮，他被困在里面了，我们快去救他！情况紧急，要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皮皮被压在废墟下了，需要支援。收到。壮壮、兔依依、琪琪需要你们的支援，请马上出发。奇妙救援，火速出发！余震，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救皮皮。没问题，看我的，启动。看我的超级螺旋飞。哈哈，最后看我们的了。奇迹，我们没事。耶，太好了！
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救了大家，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皮皮，你怎么了？毛毛，我的邻居毛毛虫不见了。别哭了，你看，毛毛，谢谢你，琪琪。毛毛醒了。哇，我的邻居变成蝴蝶了。奇妙救援队，安全我守卫。哇，琪琪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长得好像手掌哦。这是仙人掌，喜欢就送给你吧。真的？哦，但是你要照顾好它，它喜欢晒太阳，不能浇太多水。还有呢，它的刺是它的叶子，不要乱碰哦。有紧急任务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它吧。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骆驼布鲁雷是沙漠里的快递员，他的驼峰是超级能量箱，可以让他不吃不喝走上十几天。可是现在他的驼峰却越来越小，没有能量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。好难受啊，奇妙救援队，请快点来啊。救援巴士，太好了。骆驼先生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肚子怪怪的，吃不下东西。我的驼峰都变小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帮你检查一下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导致吃不下食物，所以不能给驼峰补充能量。明白了，我马上进去治疗。啊！
胃里面有好多气泡，难怪肚子会胀气。超级修复仪，搞定。舒服多了。七七，骆驼先生，你好多了吗？打了个嗝，好多了，又可以吃东西了。哈哈，你们看，我的驼峰开始变大了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去送包裹了。诶，我的包裹呢？天哪，肯定是被风吹到沙堆里面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七七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骆驼先生的包裹被沙子埋住了，我来定位，你来挖。好的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交给我吧。加油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哈哈，太简单了。太好了，都找到了。糟糕，沙尘暴来了。大家赶快躲到车子旁边。啊！我的包裹！危险！快蹲下！不行啊，风这么大，包裹会被吹走的。让我来。啊，七七！超级速度！风停了。七七，七七，七七呢？七七被沙尘暴吹走了。都怪我。七七，七七在那里。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哇，我的新玩具，骆驼先生，谢谢你，下次也要找你寄快递。太好了，多亏了你们帮忙，谢谢你们。骆驼先生，再见。再见了。再见。
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